众所瞩目的 One Piece 方让航海王路跑台湾站，周日早上在新北市幸福水漾公园开跑。主办单位依照动漫故事情节，在现场布置三大闯关关卡，让12000名跑者前进伟大的航道。除了主题关卡之外，赛后举办的 cosplay 选拔活动也很吸睛，而且当宅男女神小茉莉跟林采缇火辣登场的那一瞬间，现场气氛更是嗨到了最高点。有 cosplay 又热血的感觉。超热，就是很，我觉得，我很喜欢运动，然后刚好搭配这个航海王，又是我最喜欢的卡通，对，然后自己很想办一个buffet趴，边吃边跑，然后跑道可能就用成一个大盘子，然后空拍，非常有创意，真的非常有创意，主题路跑多样化，也能吸引更多族群加入运动行列。ですね、ワンピースのイメージと。シチズンインディペンデントのイメージが非常に似てると思ったからです。ワンピースは常に上を目指し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。インディペンデントも常に上を目指しています。そこが同じだからと思ったからです。有性感火辣的娜美蛇姬带领航海迷们来场陆上大冒险，也让首度来台举办的 One Piece Fun Run 画下完美句点。YTV 新闻采访报道。